但是过去的一年呢，咱做侪新鲜，咱伫个财务上、经济生活上，也都默默的付出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来看看咱2021年，虽然农历年还袂过吼，新旧年还佫旧历年还佫是还袂过，但是咱来回顾一下，咱过去一站来咱伫即个财务上，咱怎样？还是卖请大家人去帮咱带来观赏。咱一个年夜饭内面有看到咱家己的影子无？咱行过咯，拢会有一家己。但是呢，你有可能讲，安那拢无听到我，没有关系吼、哦。因为有的人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，他就是默默的，你有看到你上的人无？你上的人，咱你观看到对，因为就是在背后支持我们的，造就今天影片的人。
亲的亲戚，靠贵的咱的礼仪，然后进而让道情更加清楚。然后当就是要让大家认同，有交流，有认同，然后咱改动的影响当中，无交流，无互动，咱没有互动之下，咱推迟落去讲讲道理，可能人家咱嘛无认同，咱嘛会听咱讲。
一年来吼，因不断的在默默耕耘付出，啊，还有咱真聪明有智慧的家长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吼，那马上来到什么吼？